欢迎光临 Topshop Milk Bar，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？今日派就剩一个了吗？对呀、啊。那赶紧给我包起来，赶紧的。你吃吗？对呀、啊。这个会发胖的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我有男朋友了。我偷偷告诉你，这个真的很难吃。干你屁事儿！我就爱吃，赶紧的。姐，我求你了，别买了。哎，这人真奇怪，我第一次看见开店还不让人买东西的，赶紧的。姐。老板说了，入口关门的时候还没有人买，他就给我吃。所以你是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吗？他怎么会这样？你好可怜的，要不姐姐买给你吃，可以吗？谢谢姐。没事，你要好好吃东西，别饿着了，好吗？欢迎再次光临 Topshop Milk Bar。一定的，一定的，好好吃饭、啊。姐，慢走。